啊，日本人来台湾以后，啊，佫有一个甲咱改地名，吼、哦，水顶啊卡，哦，那个改做石子，吼、哦，啊，迄个石卡改做上山，以前啦，因为西边的政府吼，拢一定足爱甲人岛、共统治的所在的地名改因岛的，所以荷兰人去北美洲吼，统治占到一个啊，迄、那个。港口，讲迄个新的阿姆斯特丹，或者 New Amsterdam， 哦，啊，尾啊英国人甲拍一个荷兰人投降书，啊，吼英国人占去，英国人讲这哦，这阮岛的，阮岛有一个约克镇，或者约克，啊，这新的约克，啊，这变成 New York， 哦 ，New York， 啊，因拢安尼，日本人嘛是，因岛咱台湾本来就石口，啊，因岛有上山啊。哦，伫这个四国有四国有一个上山，啊，所以伊就叫了咱这个石口改名，改做马自亚嘛。伫1920年，哈、哦，大正九年，哈、哦，因迄个台湾定位这个行政地区的时候，甲台湾地名改130几个地名，改130几个地名，改什么地名？三字的拢改做两字啦，三字拢改做两字的，哈、哦、啊，迄个。总共彰化，哦，彰化有一个地名叫做嘉东卡，嘉东咱才有一种植物的名哈，哦，比如说茄冬呀，嘉东，嘉东卡，嘉东卡吼，伊拢改了两名，嘉东卡，嘉东卡，嘉东，啊卡无去，嘉东，嘉东变成花坛，花坛，啊花坛变成花坛，变成花坛，啊嘉东变成花坛，花坛变成花坛，你就问哦，花坛加。嘉东卡有什么关系？拢无关系。甲你改名改到你袂认哩，吼、哦，改到袂认哩。啊，像讲吼，咱建老啦，迄建老在有个地名，即伫高雄，啊有一条铁路，伫即个本来原本的铁路吼，到即个港口遐尔，无到即卖新，咱即卖高雄站。啊，伊佫放一条线吼，伫即个江边啊吼，啊就是滨海线、滨海线。啊，叫做滨线，啊，滨线叫做啊蛤蟆，蛤蟆线，蛤蟆线迄、那个顶吼、哦、叫做蛤蟆礁，啊，啊不是本人造起啊，讲迄个名叫做啥？蛤蟆线变成蛤蟆星啦，蛤蟆星，吼、哦，咱即摆知影去高雄叫做蛤蟆星，迄是安尼来 ，OK。啊，日本人哦，冇迄个外来语，日本时代冇迄个外来语。啊，外来语来台湾了，你嘛讲教育，吼、哦，有人咩？有人个翁婿吼，穿西米咯，我个翁婿吼，甲超俗，吼、哦，迄乌青乌阿色，吼、哦，别人个翁婿穿西米咯，西米咯是啥？西装。啊，我个翁婿甲超俗，我唔是内裤带咯，甲一条超俗吼，无内裤带通挂，甲一条超俗。西米咯，什么意思？西装。大家拢知影讲西装，迄个是西装，唔是啦。西米露吼，我拄则讲杨正超医师哦，加一条屁话，讲伊找到这个资料吼，足欢喜。西米露是啥？是伊去英国时才发现一条街吼，迄条街拢伫做西装的店，啊内底吼有一间店，著名做了上好的店，叫做迄、那个店名叫做西米露，敢若咱台北迄、那个延平北路遐叫做南中虾，哎。无啦，啊！西米露即摆，你对英国转来，穿甲啪哩啪哩，哎、欸！啊！你这西米露倒位做哦？你这件衫倒位做？西米露做？啊！所以迄个西装变做，改做变西米露，这个可能有。敢若咱台湾哦，日本时代为了人丹，哦，啊有人丹，啊尾啊战后吼，人丹无来，无来台湾家己做，啊可味儿，啊你啊去店的去西药店问，啊恁敢无迄个可味儿的人丹？唔对啦，可味儿就可味儿，那是人丹。所以我迄阵啊，伫广告公司的时候，我接受这个人丹的广告，我拍一个广告出来，就讲胡子不翘不是人丹，哦，嘴须无翘唔是人丹啊，翘嘴须啊才是叫做人丹。哦，我迄阵来广告安尼吼，感觉讲不知啊要安怎讲，让大家改变观念。啊，这个外国人的这个。外来语吼，来到日本，啊，日本来到台湾，啊，咱拢照安尼甲用吼，用啊，用到吼，用到咱即摆有啥唔啥意思？车电都道路的时候，我都擘鼓哩，到，吼，擘鼓吼，啊，你擘鼓个学来学来学来，
吼，迄拢英语了，咱拢唔知讲迄拢英语吼，吼、哦、啊，但是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外国的话吼，变作台湾话作者从讲，咱讲混凝土，混凝土哦，混凝土这三字吼、哦，三字日本人爱安怎读，我都考过你读，吼、哦，咱阿辉伯讲哦，哎，你头壳考过你啊。阿达嘛恐古力，阿达嘛唔是头壳，阿达嘛咧恐古力，就讲头壳吼内底底在，底混凝土啦，未通啦，都无用头，无头壳脑嘛，无脑吼。所以咧台湾话吼，足侪拢已经啊外国嘅话变做台湾话，吼、哦，你看，迄、那个食薰，哎底在，来达，咱大家拢知影台湾人有人讲，哎、欸，你有拍飞机无？哦，敢那斗鱼火烧厝要去拍火，无啦，一定讲来搭照你吼、哦。啊，有人就是安尼讲，哎、欸，阿、啊、你，你有番仔火哦？我提来斗，用阿你来斗，我不要那吐水气。伊番仔火也要阿来吐水气吼。啊，我提一支来斗吼，用阿你来斗，我不要那吐水气。你看，伊变作来斗，变作台湾话啊。啊，番仔火叫做番仔火，迄外国的物件讲硬叫做番仔。啊，番仔的火，咱唔捌看过，迄外国来呢，诶，火叫做番仔火，吼、哦，迄个台湾哦，唯一的，别位无人讲，迄、那个新加坡叫做火牌，吼、哦，无啦，啊，咱中国话叫做火柴，啊，咱台湾的，台湾来讲番仔火，啊，作者拢是迄个外国来的话吼，啊，像讲，日本时代有一种物件哦，一个罐啊。哦，罐仔吼，缀着，啊，厚厚的罐仔，啊，内底滴起水，啊，顶头一个迄个树林，啊，一粒珠啊，啊，一个扑一个，哈、啊，哎，哎吼，那都有人就是安尼讲，啊，你何必了介安尼，遐哩结气对无？吼、哦，你都顺伊就好啊，有你唔知啦，拉母内啦，有拉母内啥物事？食一点气啦，拉母内实在是无啥通食，你啊个吐落吼，啊，准嘞，半嘴啦，半嘴这个。啊，结果佫出嘞，啊，佫半嘴，啊，恰恰是无伊高关呐哦，足高，内底无一丝仔物件，那是讲是食一点气啦，食一点气。啊，那无嘞是啥？那无嘞英语了，啊，你英语像美国人哦，美国人嘛听无，什么那无嘞？那无嘞是 lemonade。哎，无啦，那茶香吼，迄个那无嘞嘞，那无嘞吼。啊，像我们台湾话哦，足侪人拢已经习惯，做大领大衣叫做乌肉，你说乌肉对不？哎，足侪。啊，像迄个日本话，迄阵啊，外国的话到日本的时阵咯，日本人哦，足侪学者，改翻做汉字，有汉字吼，用汉字。咱拄仔讲混凝土这吼，都是迄阵啊去想的，三字哦，读起来就 concrete 哦，嘿，甲英语的音吼有较歪吼 ，concrete。啊，咱搁讲一个吼，像讲马铃薯，马铃薯是一个日本的诶学者吼，伊甲号做马铃薯，这三字汉字，啊，三字汉字用无偌久吼，因为对一年来诶这个汉字就对啦，啊，所以叫做雅加达伊毛，雅加达来伊毛，啊，叫做雅加伊毛，因为日本有一站司机吼，干那荷兰人会使甲因通商尔，啊，荷兰吼迄阵啊管印尼。啊，对印尼作者马铃薯哦，带来日本，所以不然印度国改叫做马，迄个做叫做葡，迄个的啊，雅加达伊毛，雅加达伊毛修等，雅加伊毛变雅加伊毛，啊，这哪无人你讲雅加伊毛，讲叫做呢 potato， 啊，我去日本的话写马铃薯马铃薯，嘿，一个日本人讲，哦，你上你足有学问，我无来，我大家嘛安尼讲吼，唔是我有学问，迄个风声的吼，风声啊。伊就是马铃薯哦，日本人无人你讲，迄日本人发明的三字汉字哦，是咱台湾人就得捡来用的。啊，中国讲啥？有一边我去北京，啊，朋友讲，李先生，你要不要吃土豆？哦，土豆片儿，哦，土豆片儿，土豆皮，哎，我最爱吃土豆，我说好，好，莫来，我叫大包，我啊，但是这个什么土豆片这么大？哦，对啊，我就看，我那什么土豆片，那不是土豆了，那是哈。马铃薯哦，因咱即卖马铃薯哦，迄个伫迄个中国的一支店哦，用下马铃薯，但是哦，因伫讲的话哦，
拢讲土豆、葡萄，无人咧讲马铃薯。即、即、这个，咱讲战后，战后吼，迄、这个啊，国民党政府吼，参加台湾人吼，或者日本人的奴隶啊，所以吼，袂使有日本话，袂使有日本电影，袂使有日本册，拢甲你禁啦。禁加吼，我去日本吼，去摕去去日本出差出差吼，啊，顿啊，啊，炸日本册，拢甲你检查啦，啊，有诶甲你没收去啦。我咧把收起吼，迄个欺负处理啊！伊迄个这三界窟窿吼，现在咱咧大书店、黑板社吼、平凡社的大书店吼，诶，百科书店，迄中华吼，甲你乌甲无百术啦！中华，因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、中华啥物碗糕吼，都甲你乌往迄个啥，刀啊甲你挂掉，甲你挂一支咧，几几啊十页，啊，春枝啊，春枝啊，坐甲看，就卡说吧，春。中华面尔啦，伊话拢歪了了，哎呦，迄夭寿，迄有诶吼，即不爱甲你哦，啊那，你即个倒有问题哦，哦，迄个那大妈家啥物物件，甲你念啦，啊念起来吼，变做四面拢无去啊啦，因为啦，因为即面佫念即面，后壁面佫倒，迄边佫倒，四面拢再见拢无去啊，迄足苦，啊即、這个见啦吼，就是就不爱互你看日本诶物件，但是到1970年代。一共1970年代以后，慢慢啊，有滴较轻、较松啊，吼，较无遐严。到1987年改严哦，改这个38年久的这个戒严令哦，全世界第一名的这个戒严令以后，台湾出产什么物件？我咱来推销，我说小耳朵，什么小耳朵？会当看哦，会当收听日本的迄落电视台，我那家伙，这小耳朵收了。小耳朵全部咱滴，咱厝里滴嘞啊，古早吼，咱厝诶大口罩吼，大口罩迄个大一点，我倒嘛装一个小耳朵，啊，即装诶人烦恼甲要死，讲诶、有代志啊无？讲吼啊，3个、5个、100个、50个吼，你拢有代志。伊讲啊，当时也无代，讲啊，上万个吼，你都无代志。咱中华民国诶政府就是啊，就地政迄个好啊，吼、哦，伊讲有影无影？哦，有一天我看伊徛耳朵牌来哦，挂一个牌啊。专迄、那个专门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做装迄个小耳朵的，伊甲讲，你是你有讲要装迄个装耳朵，我后迄个装耳朵，因为装耳朵像阿兵哥迄个囝较大个吼、哦，我无啦无啦，因为我去阳明山了看，有迄个大耳朵，大耳朵我全世界吼、哦，拢收会到啦，啊，咱老就4点钟拢伫收全世界的这个电视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除了这以外，台湾开始有一个物件出产，我做的录音带。哦，录音带流行开始流行的时候是枪拔啦，就迄个武侠的吼，诶片在在。落尾吼，啥物外国片都有，啥物连续剧嘛有啥，惨案、过年案、红白对抗，今仔日下晡差不多4、5点，都有中文字版的，诶，这个录音带去出租啊，我还要收，啊较贵，因为这新的版啦，较贵，啊较贵吼，啊这个有啥物影响？影响？日本的物件过来，佮拄来台湾。日本的物件佮拄到来台湾的时阵哦，咱三间中的吼，是讲作者吼，拢用日本的话，用日本的话。所以讲，咱即摆讲日本的话，有的是正啦吼。日本的话爱外来语，有两种发音，一种是台语的，一种是华语吼。啊，日本有一个作家吼，叫做太宰治吼，太宰治沙姆。伊伫剑南有写一本小说，叫做《斜阳》。斜阳，斜阳，哦，日落西山的太阳叫做斜阳。啊，斜阳就写因为日本时代吼，日本战争的一挂贵族，或者华族哦，卡族贵。啊，在华族吼，剑南吼无去，无遐财产，啊，要对对人什么婚丧喜庆吼，对对人袂去，啊，要你讲小夸卡寒酸一点。较小气一个，足歹势，啊！要较无钱，要嫁大班哦，佫食袂起，所以自杀。迄种自杀的人足济，所以写这个斜阳斜药，是你讲的，讲斜阳主，不然人家好讲，遐个人哦，特别落山日头要落山，遐个人哦，叫做斜阳主。而且斜阳主来台湾以后，哇，不得了，
日本哦，你西洋主义哇，要不出现足济种，从奥多麦哦，一大台奥多麦啪啪啪，叫做暴走族哈，无所谓弱个哈，啊足济种啦，啊足济种来台湾哦，哦不得了的种，吃槟榔哦，吹红红的，说红唇族啦，哈，红嘴唇的种啦哈，啊那个上班族啦哈，啊那个股票族，股票族啦。哎，你哈日本的物件，哈到要死啊！哈日族哈，啊哈韩国人啦，哈韩族哈，哎，除了这以外，日本足侪物件来台湾，咱拢直接教育，从公害，哦，推理小说、推理小说、新人类，哦，迄新人类哦，咱就感觉足稀罕啊，咱就甲惊你啊，哦，国家新人类、新人类，啊，即个唔知有三字新啊，无我唔知吼，啊，咱卡拉 OK。哦，流行歌呢？哦，卡拉 OK 哦，啊，即个土石流是啥？土石流是本话，啊，中国话叫做啥？泥石流，泥巴的泥，泥石流。啊，咱台湾话哦，有无？水本来咱台湾的毛即个土石流叫做水崩山，啊，无人咧讲啊，无人咧甲你讲水崩山，或者土石流、土石流哈，还是土石流拢有，哈。啊，即边，咱迄个什么津波？哦，即卖日本的311的津波啊，啊一些金波全世界拢写津波，因为啦，日本人对这个监视这个津波上固啊个上界严格啊，所以大家全世界拢用这个津波。啊，中国话叫做啥？中国话叫做海啸。啊，咱台湾人嘛有啊，无人要用。咱台湾人本来叫海钓，但是无人要用，咱就闽南讲。啊，无那个祖纳米，无到海啸哈啊，乌龙它变成乌龙了，乌龙啊啊乌龙哦，锅烧乌龙，那边也去乌龙，它变锅烧乌龙哈，啊这就买乌龙哈，一点烧哈，啊当然，即卖这日本嘞，啊咱即卖讲，啥物话都别烧咧，台湾人哦，这里就烧酒跟泡泡的精神就是的。上面都要收，除了日本的以外，西洋以外哈，西洋，咱台湾话哦，闹闹落来，闹落来，韩迄个荷兰人闹落来物件，咱讲哦，本来哦，你做的田哦，是高山地里的，啊无台无钱，什么都市计划对你一条大条路对你的田的边啊过，拢无甲你划着，对你田的边啊过，啊田这条路边啊吼，拢叫做啥中建，啊叫做啥叫做中位，土地中位，啊你这叫做啥？我都商业区哇，高山地变做上湾地，哎、啊，本来拢土地拢是算价，啊，才变做算啥？算平的。哦，就问你，啥叫做价？哦，价就是荷兰人哦，土地迄、那个啊，照这个叫做啥？林亚堂、林亚道先生哦，迄、那个林建林阿公哦，讲哦，四角吼、哦，方一丈二尺五寸哦，为一哥啦，一哥吼、哦。啊，二十五个为一甲啊，但是，但就问你哦，一等于五尺五寸哦，迄是两尺五寸，就一个是偌大，咱拢无人知。啊，这个二十五个哦，是一甲，咱嘛无人知。啊，就本来来统治台湾的阵哦，啊，伊看啦，伊甲你算成说，啊，你估啥是1934，一甲哦，一甲地哦，都入2900，你估啥是334。价是平 ，OK， 那你讲平哦，你买一本位了，一本位就租无，三只一平就是哦，两块榻榻米，啊，一块榻榻米偌大，或者榻榻米哈，那一块榻榻米偌大，三尺六尺，啊，两块榻榻米偌大，六尺四方，啊，六尺四方叫做一平，咱今仔日咯，咱买土地买厝，拢要跟你讲一平偌济啦，啊，一平迄个日本位。哎，租无咱无管啦，我有台湾话来谈，一平偌济，啊，中国人讲一平多少，好嘛，嘛是用这一平，啊，这是外国话变做价嘛是台湾荷兰话啊，唔是台湾话，变做台湾话，啊，咱装卡人，外法国人也去装卡，啊去买迄、那个，国迄上有个沙包。失文啦！哇，迄边哦，法国人惊着，你阿妈，你也样讲法国话，唔是？咱讲失文吼，用法国话叫失望吼，有成啦吼。啊，有人讲迄唔是失文啦，迄是叫做地壳，错了，唔对，地壳是啥？是地基落去煎油，剩的才会破，落去做一个咱新娘饼，
哦，做个心灵饼安尼搞搞，啊吊个饼，啊即卖也要用个心了，等下下下，放个落盆啊，红烧水，啊肉肉肉肉吼，啊落去洗头髪，乌黑柔润啦，哦，比即卖相扑更加相扑啦。阮阿嬷也拢抹迄个，啊拢红个洗头，佮遗传到阮即卖吼，一个头毛要只乌，我无你个哦，我即拢乌个吼，阮阿嬷洗头髪洗到我只来吼。哦、OK， 啊咱这三文哦是迄个发剂，啊来到台湾那个用来用做消防兵的散文，啊那个有的外省人讲，唔对，那个是肥皂，唔对，肥皂吼、哦、皂是一种植物，啊有是为了一个包，啊内底有籽，啊籽甲摕出来，甲真正有油，啊掺迄个米粉哦，啊嚼，啊摕在洗身躯，会当有气垃圾的，叫做肥皂，迄嘛唔是肥皂啊。迄就是杀文，咱台湾人上健康，迄外国嘅物件叫做杀文吼。啊，咱台湾人讲，足济嘛，印尼来话你敢知？你唔知吼？从咱即卖热天啊，单位讲以前有一个啥，坑，啊叫做啥？死啦！死啦！你去冰鱼店，多一个鱼店嘛无即个死啦。啊，冰到尾啊，冰到印尼嘅鱼店，讲做死啦，就是啥？坑，光啦。更我说死呐，所以咱台湾人哦讲死呐是对印尼话来，啊来讲，因迄个他妈加念着，他叫阿爸买地卡，地卡靠滚暖暖，要归因那老吹了。他妈加是啥？他妈就是加，咱就讲兵就是刀，他妈是印尼话讲加，啊来讲加哦，迄就是他妈加，哦印尼话哦叫做他妈叫做加哦，啊咱北部人哦较少。南部人哦，讲迄个撇啦，较直讲。啊，咱北部较少人讲撇啦，但是嘛是有滴讲啦吼。撇啦是啥？撇啦就是咱讲大个盘、中个盘、细个盘，啊个细个都底啊，豆油底啊底啊。啊，那有撇啦，撇啦就是哦，英语嘛，就是 plate。啊 ，plate 吼、哦，传到印尼以外，印尼因个话吼，甲咱迄个日本个同款，一个子音，一个母音，一个子音，一个母音。无法度吼，未晓发音 ，plat 未晓，诶 ，plat， 印尼话叫做 plat， 啊 ，plat 传到台湾那边，倒转个剁下去无去，变做 plat， 吼，所以咱南部人吼讲 plat 讲较济，北部人较罕哩讲 plat 吼，这是印尼话，啊，咱台湾嘛有迄个西班牙话，诶，有影无影？咱台湾哦，迄、那个西班牙人哦，迄阵啊占菲律宾，啊印尼人哦，迄、那个荷兰人占印尼，啊荷兰人要来占台湾南部去咯。西班牙人惊伊家等，伊家日本甲中国的生意来哦，惊啊，所以嘛想要在台湾找一个所在。啊，对的，对台湾的东部吼，迄、哦那个台东啊、华莲的这个沿岸地区起来，啊到上界我东的一个迄个角，有啊这个角对台湾上东的所在。北纬25.01度，东经122度，即台湾上东的一个角叫做圣地亚哥。圣地亚哥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哦，荷兰人如通知，荷兰人哦，在即个过欢乐，过来到家人，讲圣萨尔瓦多，啊来到哦，来到淡水，啊叫圣多明戈，啊因即个家人哦，迄个在淡水哦起来，啊来到台北，即卖现出是即个台北即个所在，啊对因即个家人哦，哦，啊佫。去到家人，啊，伫家人河的边啊去做路咧，西班牙人甲咱做路，啊，这个淡水叫做三道面国，迄拢无去啊，吼、哦，咱即摆讲说，我真的，迄个，无咧改算三道面国三十六八度，讲无，即摆但是三雕角吼，三雕角，咱讲台湾后无雕边后三尾三只雕，啊，就是迄个三雕角。用迄个闽南音来发音，叫做三雕角、三雕角，变做三雕角。哎，三雕角迄条线叫做三雕岭，啊，三雕岭吼有出名，就是讲1995年吼，咱要选总统，第一遍的民选总统的时候，中国甲咱拍迄个飞弹，闽南部拍一粒，北部拍一粒，哦，足多人包车咧去三雕岭遐去看，看迄飞弹咧，嘿，真个，我讲迄吼，啊，有人。包船哦，去南部，去海边去看迄船，迄、那个飞，迄、那个飞弹拍啊，啪一落，我讲迄个勇敢的台湾人吼，爱甲唱这条歌吼。OK， 啊，咱讲葡萄牙话有无？有，咱收酒干泡泡，啥物都收啊。
台湾人的精神就收酒跟泡泡的精神，啥物都收。人讲，叫囡仔好早时啊去买两块棒，棒是法国，买到波都无牙语嘞，波多牙语，咱拢无感觉吼。你这要去倒？我要喊朋友来写三文乱，三文乱都绕哪？绕哪？我去迄个北澳佚佗时，看爱芬兰吼，迄毋是讲人开一间绕哪的店，三文乱的店，人因兜的民家吼，边啊就一间厝，啊就是三文乱。三文乱吼，毋是像咱讲安尼哦，迄、那个。去下锅烧烧哦，啊，再落去凉水啊，起一下，啊，再搁起来个吼，唔是安尼，人家三文乱是啦，是一间房间，啊，房间内底哦，放迄个树枝吼，树叶落去烧，啊，迄个树枝的树叶迄吼，迄叫做饶纳，迄种植物啦，迄个植物的名叫做饶纳，啊，有烘迄个石头，烘落去烧，啊，会当保温足久，啊，因为印度唔是啦，罕滴看到一头。啊、所以爱烧吼，烧开，开这个流汗出汗吼，啊，无人会破病。啊，这嘛是对啊来。啊，咱即个即摆水电IKEA嘛来咱台湾，咱嘛是店名吼，咱嘛是较照用。啊，香港好啊严重。香港哦，我囡仔时阵哦，有订迄个香港的或者中国学生周报啊看。哇、哦，啊、有一边迄个热天时啊，香港的迄个报纸内底讲，热天上好的运动是啥物？哦，我就想哦，尾啊打篮球，打波，波啊是三点水哦，一直咧陪，波浪的波哦，原来去收水啦哦，打波安尼拍落去哦，挨咧迄个波浪安尼出来哦，唔是啦，打波就是啥，拍球啦，球吼、哦，波吼、哦、就是波就是球啦，啊这个球吼、哦，尾啊打这个球，大家拢知啊，拢球，但讲打波是拍球，啊讲波是啥物意思？波就是奶奶啦，唔是阿妈嘞吼，拎啦，那些查某人嘅拎吼，叫做波。哎讲，哦，那个波好大，波好大。啊，咱台湾哦，较巧咧，波啊波，足大嘅波，这波霸。哦，迄落在，迄个茶有啊，迄个什么奶茶，珍珠奶茶。哎，啥子？是波霸。好，啊波霸吼，你看看迄个，伫这个1997年12月2日，哦，我报纸啊加27版。中国西部来对公，你最近怎么样？我最近的遇到的倒霉事啊，真是多到吼，好比陈文茜下楼梯啊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哦，台湾哦，一旦把这个波吼用到这么水，这个外来语，这个、香港的外来语来咱台湾会个这么水，看有厉害不？当然，咱这边狗仔队起码香港来了哈、哦、八卦新闻，八卦哦，足侪人咧问讲八卦新闻是啥？八卦新闻还要讲啊，足长啊，吼，落长。八卦嘛，香港来吼、哦，狗仔队嘛，香港来吼、哦，啊，佮迄、那个是啥？有一边看讲，倒一个搭部名车哦，吼、哦，我看伊咪讲，我说师奶杀手，吼、哦，有影无影？啥叫师奶杀手？师奶就讲中年的妇女人、妇人人。查甫人杀手咧，杀手有影无影？这凶杀案要发生啊？唔是，就讲哦，即个中年人的查甫人啊，看到因吼，就安尼杀杀叫，吼，都互伊杀死安尼吼，心肝内互伊杀死，叫做师奶，师奶是少奶奶，吼。啊，中国嘛有足侪物件来台湾，像我中国足侪物件来讲，咱以前吼，那个啊，咱啊。身体无较好，像我这种老岁仔人吼，啊，你身体无啥好，啊，就注意外口安尼行散步安尼。即摆唔是啊，即摆讲气象局甲你讲你啊无创啥哦，卖去外口安尼恶白行。安怎呢？因为中国的沙尘暴来啊，啊你哦，你啊呼吸的时候，你气病，你迄个呼吸道感染，哇，当时啊变啊呢，沙尘暴迄中国来吼，那你真无。